放开我，这你就受不了了。你跟你发小在我面前卿卿我我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鸽子，我和他真的只是发小，你信我。易阳，我不舒服。你照顾好你的好朋友，我的未婚妻，我来照顾。鸽子，我现在就把他删了。你别说了。鸽子，再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，到时候我把你介绍给所有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对不起，李寻。你觉得我生日宴穿这个怎么样？好啊。依然，好久不见，想我了吗？放手，我女朋友在，你自重。表现还不错哦。放心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我去给你买你最爱的草莓蛋糕。鸽子，他。 李寻，易阳他真的改了。虽然我们订过婚，但那都是父母的意思。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。傻瓜，伤害过你的人，怎么可能只伤害你一次呢？林哥，我爱你。林哥，我爱你。林哥，24岁生日快乐。林哥，我爱你。啊，这也太甜了吧！快许个愿吧。好。我妈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好。哎，鸽子，鸽子。 啊，小祖宗又怎么了？咱俩从小玩到大，就因为嫂子，还要通过创小号聊天。我要想和你在一起，还有他什么事儿啊？来我家玩啊，等你。鸽子，送你的礼物忘拿了，我去拿。易阳，易阳，我不要礼物，你不要回去好不好？别闹。 今天是我生日，你说过，无论我许什么愿望，你都会满足我。我希望，永远也不要见到你。易阳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林总，我这工资发的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没问题，是我让琪琪给你多发了2000的绩效，可我工资少了一半，怎么回事啊，琪琪？ 哎呀，他一个还没转正的新人，又没参与什么项目，当然会少一点了。你说对吧，小夏？琪琪说的对，那我先走了。我警告你，我可是林总的亲戚，想告我的状没门儿。年关将近了，公司需要把近一年来的项目资料整合成年终总结。小夏，你让琪琪协助你一起完成吧，做好了奖金翻倍。 笑什么？休想跟我抢功劳！我呢，有个约会，这个呀，就交给你了。嗯，林总不是让我们一起做吗？少废话！你要是不做，我明天就让林总开除你。这么多资料，怎么整理啊？你不会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林总，都怪我。没事，没有谁一开始就会的。加油，琪琪呢？ 我不是让他跟你一起完成吗？你说琪琪啊，他说有个约会，然后把资料全部丢给小夏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写的？对呀，熬了一个通宵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我不是让小夏跟你一起做吗？小夏，他有约会，我哪敢劳驾他做事儿啊？报告做的不错。 你被开除了，凭什么？这一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？你心里清楚。林总，这是你要的文件，一定是你在背后诬陷我、跪破脏水。我没有。林总，我们可是亲戚，你怎么能向着一个外人呢？我不信任何人，我只信我的眼睛。年终总结只不过是钓鱼而已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公司居然还有你这么一个狗仗人势、抢功邀赏的人在。林总，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够了，职场从来不讲情分，因为那根工作没关系。在公司里呢，影响不好。怕什么？我是老板，谁敢多说？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。 回国了，有想我吗？查查，你回国了怎么也没说一声？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？哦，这位是嫂子吧？啊。
对，我是他发小，幸亏你把他给收了，要不然我还真怕家里人把我们凑成一对让我嫁给他呢。谁稀罕娶你啊？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。好久不见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嗯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。我知道，你们去那家吧。嫂子，我坐车晕车，只能坐前面。你坐吧，鸽子不会介意的。你不是说这个位置只能我坐吗？查查难得回一次国，这点小事啊，就不要和他计较了，乖。哎，这个是他喝过。哎呀，从小就这样，他都习惯了。你这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怎么嫌弃我啊？小时候我们还一起洗过澡呢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现在我们店里搞活动，情侣拍照发朋友圈可以免费领一份礼物，两位有兴趣参加吗？他才是我女朋友。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叶阳，都怪你，你老和我穿这么像干什么？别人又误会了吧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嫂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鸽子，哎呀，都湿了，要不去我家换一件吧，我家就在附近。就穿这件吧。这是易阳的衣服，他以前加班的时候都会睡我家。不可能，你们才在一起一个月，我们在一起十年了。他现在是我男朋友。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？你不过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他的调味品而已。别太当真，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，在他心里到底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。哎，啊！查查，你没事吧？别怪嫂子，都是我自己不好。不管他做了什么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，他还小，你就不能让着点？明明是他自己。够了！如果他在你心里这么重要的话，那我退出好了，成全你们。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他就是我的发小，你就不能理智一点吗？放开！放开他！你谁啊？初次见面，我是林哥的未婚夫。发布会就剩两天了，投资方突然撤资，你就没回来避吗？我。易总，我及时找了飞扬集团做替代。我飞扬从不做谁的替代品。许半夏，你不认识？我们是高中同学。我可没有你这种同学。许半夏，你易总，既然林哥和许总认识，那我建议干脆让林哥做许总的助理，这几天就负责对接工作了。我不要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你撒，那你的奶茶太甜了。行，太大了，太烫了。太冰了。许半夏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一室的员工不会连这种跑腿的小事都办不好吧？哎，你合作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难道你不想看看林哥出丑的样子吗？合作愉快。合同没问题，但我有个要求，这次发布会我要林哥做新品展示。我行，这次发布会对万万很重要，你好好准备，别出错。知道了。事情都办好了，放心吧，看林哥顶着一张烂脸还怎么出席发布会。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，林哥人呢？我看林哥就是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临阵脱逃了吧？要不还是我来？不必了。你们好了，人都走了，别装了。要你来我公司当经理不肯，非得在这儿当个小职员，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。你知道你最好了，你别生我的气嘛。都拍到了吗？放心吧，都拍到了。在新闻发布会之前，请大家先看一下那段视频。啊，他是来偷东西吗？原来想偷啊，我们这一年了。易总，你相信我，他们何时回来陷害我？这些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们何时回来？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